这座曾经远离尘嚣的淳朴渔村，燕加兰在21世纪中正经历着翻天覆地的转变。百年祖先生活的地方，所有存在的证据全部就挖起来。做了哦，玩的那个地方啊，比从前的龙虾更多。这一个进步，不一定是一件坏事。新村之后第二季，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，8度空间温情播出，你也可以下载端端 App 收看。